的上衣哦，没有办法到180克嘞。来，我的上衣颜色有白蓝，白蓝。客人已经帮我打了，用你鞋子，我还是干嘛？我要走那对啊，因为我们想说今天大家应该放假，所以我们想说今天的直播就用两点，然后明天、后天大家都要上班，所以我们的直播就是用六点，对不对？然后没关系，要么我们今天就是先播，然后可以看回放，反正我们这三天的那个新款都是可以回放的，只是说线上加一的，我们线上有抽购物金，你在线上加是比较划算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这件上衣哦，颜色有白色跟蓝色，然后它的材质呢是有一点点那一种。我们可以先买再去饭店直播。我怎么看不到留言？我这边都没有留言。说嗨嗨，我们可以先买再去饭店房间里面直播。可是这样子你们会不会觉得没有临场感？对啊。然后呢，我要再等面。啊，那我就买回来吃饭就好啊，好，对不对？是嘞，好。我真的打那个斑吼，贴那个人工皮，真的狂过敏哎，你们会吗？那人工皮你是要撕起来哦，你那人工皮我是剪正方形的嘛，撕起来它就是一个正方形的印子，然后噗，对，那就是过敏了。因为它撕起来，它就是变成一个正方形红肿，就是过敏吧，因为会痒啊。其他牌子哦，不过我现在就贴 OK 棒就好了。我现在跟我女友在抢 OK 棒哎、欸，我都贴她的 Hello Kitty OK 棒。会哈、哦，那个人工，我觉得贴人工皮，我觉得不，我觉得每一个，我觉得不适合贴人工皮耶、欸。我觉得啊，因为你人工皮，然后里面是不是会有流汤，然后有那个组织液，然后。人工皮是不是又不能每天没有每天换？然后它那个组织液跟那个汤啊，就是一直跟那个伤口一直紧哎、欸，然后你撕起来的那个伤口跟那个旁边的皮肤都是皱巴巴的，然后人工皮过敏，整个就是撕起来就是真的就是一个正方形的红肿浮印哦，那应该就是过敏对不对？不贴了不贴了，我觉得伤口还没好，我的皮肤应该先烂掉。对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人工皮。不行，我就不要贴人工皮、欸，就是洗澡的时候先贴一个防水的 OK 棒，让它不要用到水，然后洗完澡就马上撕起来。我是这样子，我觉得贴人工皮啊，反而让那个伤口更慢好。好，来我上衣哦，编号是01，来1号编号1号，来这件呢打折下来是1190，它的材质呢是那种有点很像竹节纱。很像那种 DC 竹节纱棉，就是它的料子穿在身上是会有点凉感的感觉。来，我念一下尺寸哦，肩宽是1，胸宽56，袖长22，袖宽22，然后衣长前面60，后面64，对，可以穿到，我觉得是可以穿到 XL 啊，它胸宽56，可以穿到 XL， 只是说 XL 穿了。会有点违和声，因为它这个面料呢是没有弹性的。然后这一件的特色呢，就是它的领口、袖口是有接荷叶边，它的下摆呢非常的好看哦，就是有点前短后长，旁边这里还有开叉，一起袋鼠吗？穿裤子怎么用掉的嘞？你刚打了一个大。有这里哈、哦，它这里是有开叉的，然后你有看到后面吗？它这个流线型，它后面是有点圆弧形的，这件非常的凉哦，可是白色呢，我觉得透明度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它没有到很薄的那种面料。白色、蓝色，然后蓝色呢，你就是可以配格子裤蓝啊，这样子搭也可以，就两个颜色都是非常好搭的，就是春夏的颜色。打折下来是1190哦，喜欢的赶快01蓝加一，01白加一，好嘞。你们今天有拜拜吗？还是你们是那个阿门的阿门？你们有没有拜拜？我们老板是阿门的，所以我们公司不用拜拜。Very good， 我就不用拜拜也是很方便哈。对啊，只是说他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办？没有一个心灵寄托呢。好、哦，因为像咱会使，咱马上就要拜拜、啊哦，我们就是可以跟神明说怎么怎么。
啊，他们是要跟耶稣说，对啊，访问的啊，就是不同人的那种。然后后面他们要这样子有吗？啊，可是我们是烧香，我们是唱牛，按对我唱牛。有拜拜了耶！五百五 Bobby。对啊。好，那我先拍照了哦。五百五 Bobby 啊。五分裤吗？今天五分裤啊？五分裤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今天没有五分裤？等同于再关起来吧。你关你。我是今天有被弹掉哦，今天被弹掉啊。没吧？我不是当天当耳光被弹掉呢。啊？啊对。他是说冰箱跟那个啊电风扇啊要回收啊。他这里在吹呢。他不省钱。对吧？好。借问一下，你一拍的有拍到吗？你可以，你不要害我被骂。好，哎，要不要单脚？可不可以先开到一百千嘛？好吧，走好吗？我也还好啦。那你就把它当成一次性结束。啊啊！然后一次性吗？就上去就丢掉。哦。没有了，就在这边配衣服啊！你留几双，然后可以配衣服的鞋，好呢。然后那个就是，就丢了好了。我就不要自暴自弃了。对。还在我的裤子，非常非常无敌凉，它真的很薄，薄到像卫生纸这么的薄，超级薄，很好穿。它虽然很薄哦，可是它不会透明，因为它上面是有点点的格子啊，有没有点点斜线，然后竖面，它是很丰富的格子，它不是竖面的那一种格子，它的格子上面是有花样的，然后颜色有黑跟蓝，黑色跟蓝色。来这一件呢，打折下来是1380，材质真的超级好哦，形象就合情哦，你穿的真的没有感觉你在穿这件裤子。腰围呢是30-53，臀58，大腿36，小腿32，裤长80。30-53，我觉得 XL 应该可以耶，XL 就比较略紧一点，可是也是可以穿，好不好？如果你 XL 的肉是软的，可以哦。啊，你的肉是结实的，就可能比较紧。哎，我这样讲好像对哦。比较紧，哎，你打嫩哎，尾巴它嫩啊。你的肉是软的，53可以。那如果你的肉是那种结实的 XL， 可能就会比较紧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哈？腰围是30-53，打折下来是1380，然后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的格纹，然后上面是有花样的格纹，这里呢有三颗假扣，后面两个假的口袋，然后还有扣子，它的扣子是用木扣哦，有没有？它是用木扣，木扣。我觉得蓝色也很好看，蓝色来配白色也非常的亮，有没有？来嘞，很亮 ，very very 亮。然后黑色呢，就基本色。喜欢的可以打02蓝加一，02黑加一，然后穿起来大概是7.5分，有没有精准？有，7.5分。应该算8分吧，应该算有点7.5分、8分、8分，超好看，好凉哦，真的好凉。夏天的喜爱情贼，这个真的可以当防蚊裤哎。哦，真的，我今年哦夏天蚊子第一叮，第一叮，这里进去，哎，我把冰要闻，而且我现在摸它是烫的。回去我婆婆那边被一只超级毒的蚊子叮到我后面小腿肿起来，哎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被蚊子叮成这么夸张。我昨天在这边站头卡站几天，哎，因为真的好痒好痒。你被叫偷地公出来？对，我讲啊，哎，给他偷地公出来。我来讲，你看你站站一下，哎，我一条都还是挺太阳的。搞我处罚吗？对，告别人卡我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哦，你站，然后你气功。你到底你是个长，你个长，你带你去看卖啊，安尼好烦哦。哦，昨天下班回家，哦、然后我们国华街这里有一条，就是国华街上面行人很多，以后我不要骑那一条了，气死了。就是有遇到一个年轻的女生，然后她走路就是这样，她拿着一个她的东西，然后走路就这样，这样，就是她没有看我这边方向的车，
开始走出来，你说我这样子刹车怎么可能来得及？可是我、啊、因为我是骑慢慢的而已，我有停下来，我有停下来，我这是整个刹住有停下来。然后他说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压到我的脚了。然后我说，我有压到你的脚吗？因为我真的没有感觉，有可能是有，可因为我真的没有感觉，因为如果你是真的从他的脚这样子搞鬼的话，是不是车子应该会有前面车头会有一点会有个震动？那如果是压到他的鞋子前面，有可能就没有，有可能就是没有感觉。可是说真的，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压到他，因为当下我看到的时候是没有，就是他的脚是在我的机车的外面，嘿。然后他说我有压到他的脚，然后我说那所以现在怎么办？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啊，他就是一副吊儿郎当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就当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然后我想说也不想要，因为看起来就是我也没怎样，因为我车子也没有挡，然后他也没怎样，他还可以站着跟我讲话，是不是都没事？然后我想说就不用再浪费警力了吧，对不对？很麻烦，然后还要再去警察局做笔录，就好麻烦。然后我就说那你留电话给我，然后他说我没有带电话，反正他讲话就是那种我没有带电话啊，没。我说啊，因为我就戴着安全帽嘛，啊，我当下还有听耳机，啊，我没有带电话，就讲话很小声，然后所以我戴耳机听音乐，讲话比较大声。他说我很凶，我说我没有很凶，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。然后我们就互留电话，互留电话之后，我们就 OK 了嘛，就走了。他就回去，然后我就回家，然后回家就越想越不对劲，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，我很害怕他会不会告我肇事逃逸啊。肇事啊！哦，肇事逃逸。然后有公温先生搞美工，你有现在不爱报警嘞？然后我公，不过当下的尴尬就没有怎样，两个人真的都没有怎么样，为什么还要浪费？就是还要叫警察来，我觉得真的很麻烦呐、啊，还要这边等，然后做笔录，要去警察局，又要去哪里？然后有公，哥，你就是后面会很麻烦，就是现在的人都怪怪的，就是有时候他好就好，他觉得他就想要。就想要跟你敲诈一笔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想说，好吧，我昨天就没什么睡觉了，我就一直在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去警察局报案？然后我今天就约阿玲去警察局，想说去备个案好了。然后还跑错警察局，啊，这几万的光哭哦。对我们两个还骑到另外一个交通局，哦，在那边做笔录，做到满身汗呢，里面都没有放冷气。然后想说去做个笔录比较安心一点。好，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，其实我真的很害怕哎、欸，我真的很怕去遇到你说的什么碰瓷的人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去遇到就是碰瓷的人啊！我是很害怕一个，就是怕人家是找上我，我好怕麻烦哦。哎呀、啊，然后我就昨天都没睡觉，就很担心。他虽然没有怎样了，可是我还是很担心，我怕我很衰，有没有被那种人割到？对啊，所以我明天要去拜拜。好，我拍照哦。我故事讲完了哦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原来这种哦，笑容不真哎。哦，人没怎样就好了啦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你应该戴着那个五位戒指啊，小人的戒指啊，对啊。好。这次去韩国帮我找两个给我带，两个雕母织的。好，可以，因为我想要买，我想要买那个银饰来带。来，好，我想去买个银饰来带，买两个雕母织的来带，小母织。小拇指很难找，小拇指很难找，因为很小嘛。哦，可是我没戴习惯了，可能戴到一半又被我拔掉，没有戴戒指的习惯，怪怪的人很多哦。所以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先生就早上又跟我讲说，哇，是刚刚你去备案喝啊，然后我说啊，那我去备案怎么讲？你说你就从头讲到就是经过讲给他听啊。我说哦，好啊好，我想说好吧。然后我刚才去备完案，哇、哦，哎、欸、这边心情就放松很多哎、欸，嘿，真的有哎、欸，真的有放松很多。虽然程序很多很麻烦，可是我觉得心情上有放松比较多，因为就是你担心的事就比较不会发生。因为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是没有找警察，没有找警察的当下，可能他会跟你要求有的没有的，是不是就会很麻烦？然后因为我的车子有保险，
然后所以我就是给我的保险处理，是不是这样就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备案的好，瓦力，备案的好。下次要学聪明，就是要先报警。对啊，我回去有后悔，就是想说我当下应该不可以怕麻烦，就是要先报警才对。我回去就想说啊，应该要报警。好，希望不要有下次了。拜拜掉了没啊？好，只有闺房理我。好啦，我知道你们都很安静的在听我。玉芳也有理你啊。可是我这边看不到哎、欸。上头理你。真的好奇怪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不要夹了吧？可以夹我自己手机吗？我看不到留言。小姐有理你、啊。我好痛苦哦。真的啊、哦？怎么都没人跟我讲？跟我讲一下吧，是谁理我？我还以为我讲的故事不是故事，是真实故事，是昨天晚上才发生。哎，周三免运有几张啊？真的哈、哦，一定要报警，怕麻烦就要报警，还是要报警处理，怕以后有理说不清。好，真的怕麻烦。我昨天真的就是，我昨天就是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是觉得不想要浪费警力，因为他没怎样，我也没怎样，我也没倒下去，我完全没有怎么样，因为我骑很慢啊，然后我的后照镜、我的手环啊，完全都没有弄到他，所以。他说我压到他的脚，我是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觉得没有，可是他说有，然后、哦、所以就是很难去评判啊，因为车子说真的，我因为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啊，他就说他的脚麻麻的，对，我假寻丽丽，我打五洞吗？寻丽丽，好啦，人平安最重要。对啊，他的搞点我刚搞，我阿妈你怎么没感觉？我昨天没什么睡、欸，想说我会不会去隔到一个怪人呐、啊？好，怎么没感觉？好，换你。好，谢谢。我被挤压手套。我现在真的就是要报警。我回去回到家里面超后悔、欸，为什么没有报警？害我一夜难眠，一夜难眠。对哦，是这样讲吗？哦，害我。哦，彻夜未眠，害我彻夜未眠。好，我掌握不啥困。对，宜君大树凤梨，不，大树蚊子超级多，而且我儿子是对蚊子是过敏体质，他每次被蚊子叮到都肿得很夸张，真的都肿得很夸张，就跟我现在脚后面这个一样，有看到吗？这里肿起来。这被蚊子就、啊毒啊、就一只小蚊子可以把我咬成脚，就是咬的肿起来。现在摸它是烫的，伊的是那个啥化红毛，对啊，化红，化红啊，哎，就是憨憨化红，整个摸小腿都是肿的，是烫的、欸，哎，超级痒，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痒，从来没有被蚊子咬那么严重。大树的凤不是大树的凤梨，大树的蚊子很多，大树凤梨。怕麻烦就要报警。好啦，我们要换第二套咯。我们今天会有17组新款，明天也是，后天也差不多这样子。这三天的新款真的很多哦，啊，你们喜欢的就在线上加嘿。好，对，怕对方使坏招，我昨天就一直钻牛角尖呢、欸，我都想说他会不会跟我勒索20万、30万。欸、真的，我都想这样哎、欸，我想说，欸、他会不会跟我勒索好几十万啊？说他的脚怎样，不能上班呐、啊，不能怎么挖割啊？对啊，给他给我上班、欸，给他给我上班啊？没有啊，当下他说我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好好的走回去啊。你看有人这样叫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啊。小杂货，不要让我口出恶言。真的，然后我昨天真的都是往坏的想，因为现在可能新闻看上侪有。对然后都会修的很新闻啊，没有啊，所以我要去那个对违戒防小人。我们这次去韩国，我们再来找那个银饰，我想要去买银饰，我也要带一下，有没有？要带一下比较好。对啊，越南啊，对，思睿越南产业啊，哇，在去越南呢、欸，很美呢、欸。然后我边去日本呢、欸，好、哦，我边拢穿迄种黑种衫，你拢有看我有边穿迄种衫对无？今日有互你看。对，什么精神赔偿啊？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惊到啦，对，哦，这边我心中啊，我会用困袂去，嘿，我嘛会晓，你是搞我路，我用卡我，我甲阿文讲哦，迄个人奇怪，伊可能无搞着迄，啊，不过伊讲有挫伤啊，什么伤，我甲你讲，伊可能要就用着这卡我用左，他就仅用左脚踩自己的右脚，然后踩完之后去验伤。有没有？因为隔了一夜了，你又不知道他去干什么。然后我觉得他会不会就是拿他另外一只脚，然后踩一下，踩到他挫伤有没有？然后去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他请假都蛮丢啊。可是我当下就想说，我还有回拨电话给他，我想说，你既然说你有受伤，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去看医生？对啊。然后让医生评判说你到底哪里受伤，对不对？应该安呢，然后你要开一个证明。对啊。哎呀，应该是安呢，他正确。我有你看一条文变的照片，文变没搞我没有。有没有漂亮？有没有漂亮？那你们看一下樱花，看一下美女文编，这是文编，有没有漂亮？她现在在京都，哎，对，京都嘛，京都。她穿和服，她跟她的不认识的朋友去玩。网友，有没有看到？美翻了，有没有美翻了？哦，真的是好做作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就很漂亮，漂亮对不对？那他看他背后好了，不要正面给，等一下要骂我。看他的卡架片吗？对对对，卡架片有没有？有没有很漂亮？你看，我好想去哦。他一拍有没有？他一直在那边拍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然后他又拍了一篮拉面，真的很美，真的很美。然后晚上还 po 着给我们看，真的是要求过你啊，要求过你啊！我真的，你看他依然拉面，他很好笑，他咸的要配甜的，那才是多。哎，真的吗？是这样吗？下次试试看。他咸的配甜的，那你敢吃吗？喜欢吗？对啊，只吃就是面，只吃饭啊，只吃饼。他面旁边都会放饼干或面包，对。超美的啦！哦妈呀！你看人家的和服啊，跟我们上次穿的什么蛙哥？我们上次穿的，对，来，我用给你看，我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，我有拍。哎，那个猪猪，你说如果互留电话啊，万一他还是有其他意图，就会到我肇事逃逸了。哎，可是今天我有问警察，哎，我说我们有互留电话，他说有互留电话的话就不会，就没有算肇事逃逸。嘿，点对，警察有这样子讲。我让你看一下阿允，阿允跟那个齐董的弟弟，没对焦，没对焦，太远了，这样，我这样太近了，说错了，这样，让你看阿允穿浴衣，浴衣，然后你不能先哭，还用纱吗？哎、欸，我们都不知道呢，都是和服，请大家欢喜，对啊，浴衣是要先哭的啊，是用纱吗？啊，不，浴衣什么意思啊？就是。浴衣不是浴室的浴吗？到底是 浴室还是和服啊？你看，我们两个一个是金鱼，一个是蝴蝶，像极了情侣。你给我这个，你要亮看地哦，笑死！像极了情侣，有没有？这有没有模糊啊？这有对焦吗？可以打电话跟贵对有、啊、关对方关心对有我有打、欸，可是我觉得是他错比较多吧？对呀、啊，也不得看哦来了情侣来了情侣啊，不塞不塞，这熊胖，唔卡开出嚟，没塞掉，没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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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熊。哦，那一天怎么上？那一张很经典哎、欸。哦，这是我先生的、啊。看一下，那一条鲷鱼烧起来编舞吧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我先生。哦，那个头套应该要带回来，那好可爱。对，这个也很可爱。去韩国就要拍韩服，有啊？要看韩服吗？那不算。有啊，我们有去啊。我们不是我跟你去的那一趟，那有亲吗？没错呀。我以为你说跳舞那一套。啊，不是。跳舞那能看吗？像鬼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敢舞？啊？那个我没相簿嘞。那可能要看你、哦那個、好久了、哦。你先搞相簿对吗？那个好久去。你锤姐锤。我跟阿玲刚认识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相约去韩国玩。对啊。那时候笨笨的有没有还
就不一样啊。跟团哦，超级难玩。跟团真的有够难玩。我觉得韩国、日本真的自由行就好了，除非你有带小小孩啊。我来看我妈妈好了，我觉得我好丑。除非有带小小孩或老人的话，我们就要跟团。对，年轻人就自由行。这个是哎、欸、几年前啊，好像被同一起也是做。2019年也是跟我们董关档哎，然后也是去玩，跟是去员工旅游啊，嘛无算哦，跟是员工旅游，不是哦，不是，是我跟你自己，你们自己去的，然后还去探望我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啊嘞，那我心里面就圈圈叉叉，来来来来来，感觉真的很差哎、欸，对啊，那天感觉真的很差，我想说是怎样？一群人来找我是吃个饭，然后他们就去玩了，然后我去工作。对呀、啊，嗯，等你哦，我找一点啊，他睡一点嘛。要离开的时候就有点想哭，有没有？你怎么差那么多？对，之前韩普是安尼啦，啊，迄阵时韩普是到底是，你看这是2019年啊，这几年？2012哦，天哪，十年！对，你看，这是我2019跟我们齐董去韩国玩的时候，然后顺便去找阿云，他去补货，一个人很心酸，很落寞。哎，我后面还有陪他去看那件Powder的衣服呢。然后来来来，2012年来的哦，你看多清纯啊！那时候我们两个都还没有结婚生小孩，有没有？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生小孩，这是我跟阿允2012年的时候，哎、欸，那是2011年认识哎、欸，哈，那几年？2011年，啊，几年了？我们认识几年了？我这个需要计算。有没有？这个是我跟阿允。啊，现在是多少？有没有？2023。十二年哎、欸。我们认识了十二年了。吓死！我小孩11岁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小孩11岁？对啊，12年啊，你好像不止哎、欸，因为你还没生小孩之前我就认识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是2010吗？你来大姐家做是当时啊？我忘了，真的忘了。这不知道大姐有没有记号？哎、欸，哈哈哈，蛮哉哎。就觉得现在的那个韩服比较漂亮。之前我跟阿允去的那种跟团那种韩服真的是丑死了，真的很丑。到底是我们是要穿皇宫的衣服吗？那个是韩服的跨州，然后就放在那边。对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选什么，然后他们一群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挑有没有韩服里面的跨州。对啊，还蛮好玩的啦。哦，这个回忆耶！天啊，你们也可以穿那个你们去韩国或是日本穿的和服给我们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这文编也太美了吧！文编啊，文编，你到底会不会想我们啊？他不会，我对啊，他那天说我不会啊。然后好，我知道，我只是讲一下而已。来哦，编号来到了3号，让我们看完丑照了。来看，让我们看一下养眼的衣服，有没有？来，编号3号哦，然后颜色有白色、灰色跟蓝色吗？它是水蓝，它很像是浅蓝色，然后我身上穿的是蓝、白、灰，它是灰呢、欸，对啊，灰，嗯，蓝灰蓝灰，对啊，然后没有啦，你这个要用蓝，这个用灰，对啊，对啊，灰灰，哎、欸，对灰，来哦，然后它这一件啊，前面啊，你看它这边是用那种银那种网状的，很像那种布蕾丝，有没有？前面这一片呢、啊？它是用那个车上去的，是有点摸起来是立体的感觉，然后里面这个是印上去的，里面那个图案是印上去，然后你看哦，它前面这边，你看这里有做开叉，然后后面呢它是有做那种松紧带，后面呢它是有做这种松紧带造型啊，就刚好这样子有那个弧度，有没有？就整个有弧度，我觉得这件也很好看，它材质也很好。然后它的肩宽42，胸宽55，袖长20，袖宽24，衣长呢62，下摆54，是有弹性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一件只要1340，一件只要1340，现在的好漂亮，对啊，现在的那种韩服比较漂亮一点，之前韩服真的有点松，就可能
对不 对？那个想阿伯去韩国，我跟你说十年前了，对啊，十年前了、欸、他们在进步，其实还蛮快的，比我们台湾快、欸嗯。我觉得他们在进步比我们台湾快一点。你看啊，他们的包装啊，或是他们的东西，说真的好都是有设计过的。然后你看我们的这边，咱的标吧，咱的种包装和你像这好啊，非常的很 low。打这包呢？来看得出来这是包韩国的无？看得出来的话，台湾的就是全拢是种安尼有无？嘛做这较古锥一点嘛，做这。然后你看韩国有没有？他就是有设计过，有没有？他整个就是这样子有设计过，看了才会想买啊。啊，台湾的好吃，可是我觉得他包装差在他的包装。我觉得如果包装他们可以再进步一点，我跟你说，换韩国人来我们台湾直播，有没有卖我们台湾的东西？ Yeah. 然后那一天我们去韩国啊，在那个超市哦，小间的超市，哎、欸，有看到立顿奶茶哦，我本来要买，我买了，他买了，我们都买了，我们还买饭团，还叫他温柔，这保温都买了，哎、欸，不，我还买饭团哦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去饭店要吃什么？没有。然后他那个杨总在结账的时候，来问，哎、欸，阿伯哥，怎么会鱿鱼？鱿鱼丝。穿这双哦，穿这嘛较水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有无阿文的衫伫遮？
前早一前啥会啊？啊，无灵感，咱直接跟我去日本。泰国吗？下一次的那种台语配音，韩服，韩服，好，咱请韩服对吗？那有时间穿韩服啊？就迄天会知拢无创啥，含迄天甲他们同款。后尾后你帮我会知要起来，咱就是穿迄体验的韩服。对对对。哦 ，OK， 然后规人穿韩服，哦 ，OK， 再拍照。Good， good idea， good， 我也拍照。好，那你等我，你是来遮，你是来遮卖啥，还是韩服？哎、欸，我只要体验呢，对不？有没有？他现在的衣服都会比较好看。嗯，好，后面。看起来像鱼。好，好，我的。对啊，因为这个看起来比较厚重。我对，没关系，这个衣服很好看、啊。我看到没错，因为我们那个真的是薄薄一层，那一层就是雨衣。对，这个比较厚重。对啊，一个光可以每一次去玩都很爽、欸。对啊，没这个好好看。因为我喜欢这个黑色、欸，哎，我喜欢这个、欸，哎，真的、啊、都很好看啊。好看，我觉得你跳这个，我觉得你看一下，我觉得你的那个腰封配得很好，就是配那个颜色，对。哦，因为有配到那个花啊。对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们店里丝边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是那个小帮手妹妹，这样有没有曝光啊？哦，这套也太好看了吧！我好喜欢哦。你看现在的那个和服多漂亮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那个光黑嘛配得很好，嗯，有没有？没，你那个头发绑得很可爱。一千啊？一千啊？三百台币。哦，300台币，有没有就很可爱？哎、欸，咱顶个绑个你嘛是爱钱，绑个什么头啊？你嘞？以前的真的都。没有很好看。对啊，好好看、哦。现在就是看较早拢敢穿。对啊。啊，无泰国有啥物衫好穿啦？来，泰服啊。啊？泰服。我们去穿泰服啥物花盒？我用给你看。好好好。看那个天后版那件穿很好。现在你呵，哎、欸，我们员工旅游去泰国。好，你先讲你裤子。好，来，阿云找个照片一下。来，编号来到了4号。来，大概是。六七分的宽裤，六七分的宽裤，然后觉得这个颜色也好好看，这个绿的那个本人很美，这别人的，来这个绿的本人超好看，然后像这种衣服啊，你上衣啊，就是你看我、哦、可以配像上面是白色的或是黑色的，就像这样，有没有？你上衣我觉得可以配灰色的，会比较亮，会比较亮眼。然后这件裤子超凉哦，这件裤子很凉，这件裤子很凉，而且它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它的质量是衬衫棉料，然后啊，它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布料，它穿起来是有点挺度的哦，它穿起来是有点比较立体，比较有挺度的。然后它口袋很好看，它是做这种外翻式的，有没有外盖式的感觉？材质很好哦，然后拉给你们看。欸、我们这次要去那个鲁宜岛、欸、去那个百货公司哎、欸，哦，所以，哇，可是我肩膀没有那么漂亮哎、欸，我是要去去个桥子啊，就不要露肩吗？露肩的口，对啊，在这边哎、欸，没你要穿吗？哦，是，你要穿这個，你截图，你截图起来，你截图。哦，我喜欢欸，你截图，或是大红色应该也很漂亮，你适合大红，有没有穿起来很美？哦，这好特别的体验哦。来，它的那种松紧带是舒服的，就是那种不是那种很紧会勒你的腰，就是被送裂不倒的那种，有没有？它是比较宽板一点的那种松紧带。所以这种穿起来是舒适的感觉，是合情的，然后刚好有包覆到你的腰围，然后这件我跟你说很便宜哦，这件只要1290，可以穿到 XL， 它的腰围呢是31到56公分，臀宽71，大腿40哦，长度75，裤档38公分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。第二，那个我不敢，你够拎档的底下我拍谁？我可能爱安一些东西在我的肩膀的，有没有？来，这个颜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跟黑色我还蛮推的，黑色就是基本款的颜色，然后穿起来就是很显瘦。
有没有？然后绿色，我觉得它绿色很特别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你们也可以买，这件也好看哦，好不好？这件也好看，然后只打完折只要1290，打完折只要1290，安尼安尼，你刚刚不开杠姐，好，没人开杠啊。对啊，欸，我们要去鲁宜岛的百货公司，欸，你们有没有想有没有想要什么品牌的那种运动用品啊？就是可以稍微许一下愿也可以啊，不一定会成真啊。啊，我们就是会去那间百货公司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上次有去过一次，然后卖北脸的东西。我跟你说，那一间的北脸东西真的很多吼。那间的东西真的很多，就是 我如果这一趟去有看到，我也要买。我要先买起来。上次去后悔没买了一个包包，真的有点后悔。后悔是啊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下次就是这个月我们会去嘛，我一定要买。然后我跟阿宇说，我们两个应该会破产，因为这次去都是买我们最喜欢的东西。还有童装。对，还有童装啊。然后你看运动用品店，我也很喜欢。我跟你说，因为韩国的运动用品店啊，就是我们会找台湾没有的。包包啊，或是那种鞋子、袜子哦，重点还有袜子，有没有许愿袜子的？有，帮我打有。想要袜子啊，或是想要包包，就是他们的运动那种包包，我觉得真的都好好看哦，好喜欢哦，我要先买，我要先买。然后我跟阿宇说，唱嘛唱嘛，运动用品也是我最喜欢的，然后韩国童装也是我们最爱的，所以这次去一定会大破产。然后没有，这一次去可能没有赚钱，就是哎都在透警出来问，因为运动用品。韩国童装，然后晚上是我们女生的童装了，女生的衣服。然后呢，如果又看到好看的银饰，哇靠，这一趟去哦，应该要破20000才可以回来了，很夸张，很夸张。你们可以许愿，你们可以许愿，我们去到那边，我们就会去找，我们去那边去找，好不好？聊一下天嘛 ，OK？ 那我拍照了，好。刚我娶过他。Yeah. 妹妹 ，good， 撒拉嘿哟，好，好，五郎炒完了 ，Grace， 你看你都加班了。
接这个蕾丝，它是洞洞的蕾丝，几康几康啊，你有不？洞洞蕾丝，然后下面就是素面的衬衫面，然后后面也是素面，然后它的下摆呢有滚边，有整个有滚边，所以你穿起来是会有一个弧度，有一个偶偶碰碰的感觉，然后颜色也非常的好看，有蓝、紫、黑、白、宝蓝色，这个颜色穿起来皮肤也超级白，然后紫色也蛮特别的，紫色也蛮特别的。胸宽62哦，胸宽62，桂芳62可以穿到 XL， 它的胸还蛮宽的，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它是落肩，它的肩线是在这里，然后它的手袖呢，这里是做稍微有点蓬蓬的感觉，这件穿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很凉哦，很凉，夏天就穿这个超凉。白色一定多多少少会透，就是买一件肤色的运动背心，肤色的内衣穿就好了，这个里面不用再穿一件，就穿一件肤色的内衣，然后这三个颜色就不会透了，这三个颜色都完全不会透明，有没有？然后你看哦，它这个蕾丝，它还是找了这个颜色的蕾丝跟这个布料配，都是用同色系的，紫色的蕾丝，然后这样子同色系的，有没有？超好看。然后黑色，四个颜色可以穿到 XL 哦。好，那我先拍。有想要看什么颜色的吗？可以点菜哦，可以点菜哦，或是等冰箱哦。我要等一下穿个黑色。哇，你看伊吼，伫个京都诶，咱顶下行诶清水寺，呆死。我们上次去那个京都，然后穿那个夹夹夹脚木屐啊，木屐，穿到真的有够痛的，因为它就是从穿，然后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阶梯有好多，他有说固定是五点，就你要走回来还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个鞋子真的很不好走路哎、欸。你要想这一步啊？没，他们有穿呢、欸。不是，是那个夹脚夹得很痛，而且我们没有穿袜子啊。嗯、有的那时候我们没有穿袜子，啊，你们有穿袜子，啊，我们没有穿。好，那个不适合，真的不适合走路哎、欸。再点点。因为我们没有穿袜子啊，因为小光那阵现在是夏天，然后你们就没有穿袜子。哦，原来是浴衣不会配袜子啊。好，你得配生裤才行，配袜子啊。我不要这么生。我一带小光，这两个台湾来的，浴衣嘛好。哈哈，你那语言没通的，你要见我啊？我都叫人存的啊。真的是存的，然后剩最后三套还是？对啊，也没有嘛吹无，也没有嘛是，行，因第一号穿穿了哦。你是，你前面这些被黑，不是我后面的。来，黑色手，黑色就是显瘦，好不好？黑色就是显瘦，然后黑色来配这种蓝色裙子也好看。黑色，如果不穿裙子的人啊，下面就搭牛仔裤，搭休闲裤，衬衫面的那种休闲裤都可以，都可以。OK 哦，那我拍照。我觉得昨天那个女生啊，她今天警察打给她，应该有吓到，她也吓到，因为她以，哎，她在跟警察讲话说，怎么是警察打给她？对，她以为我要跟她，因为我互留电话嘛，我觉得她可能以为我要跟她自己私底下和解，怎么忽然我去报警？她自己应该也吓到，她接到警察的电话有点就是怪怪的，有没有？然后警察叫她明天去。找他做笔录，对，哦，好了好，我觉得还是要经过警察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心、啊。我这边好、哦、安心好多、哦，难怪被骗了。我昨天真的很害怕哎、欸，我昨天超级怕害怕、欸。我说不管是谁对谁错了，我觉得我这边就是好害怕、哦，因为人家不是说现在不是说哦，警察跟我讲一句啦，他说，机车要礼让行人，对，所以应该是我不对。算我不对，因为我没有礼让行人。可是我觉得很冤枉我就已经快要到他
么礼让，要让你，我会礼让他啊，可是来不及让 啊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那个规定很奇怪，就是你机车要礼让行人，可是我觉得是应该要看谁对谁错吧，对，要先去厘清，对，然后以大车或是小车，只要有汽车的都是错的，对呀、啊，这汽车的很衰、欸，那以后。啊，开车的也很衰，对，只要有骑车的或开车，或是骑脚踏车的都衰、哦。所以现在走路的最大就对了。對那以后我们都走路、啊，走路上班好了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脚会断掉。那个车子的错。现在我走路，家来到这边，我可能要走一小时哎、欸。真的不止哦，骑车半小时，走路可能要一个半，还有两个小时。我们聊一下，我跟你讲新婚的啊，我给他报了新婚的。可爱吗？哎呀，可爱！我放这个，我放很可爱。可爱水桶没？不是，那不是水桶，就那个桶啊。臀啊，塞三。抿臀呐。对啊，你们到底塞三的呀？勾勾在抿臀呐，哎，哎呀，很有创意哦。没有，是网络上的。哦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我喜欢。桂芳，这问到会塞三的。我好害怕哦。我先生讲，我就是一种欧人无胆。大概起五万呢。我是一个很怕跟人家有纠纷的人，我就觉得算了算了。可是我很怕，我如果是我遇到，我会觉得算了算了。可是我很怕人家会一直隔离，对，人家会找我麻烦那一种。我就是很怕那一种，我怕那一种人。好，来，我的裙子有两个颜色哦，都是非常亮的颜色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的韩国啊，用色很大胆？有，好好看哦，它就是那种宝蓝，对，艳红，对，都是很深的、很深的那种，就是让你们颜色哦，这个昂色，这个我是用那个色弱的问题啊，完全没有，完这个什么色，红色，然后这个嘞，这个如果可以给我打粉啊或黑啊，我就真的给它塞入。然后呢，艾米穿的这个是什么色？蓝色，这个不会再打绿了。然后这个什么颜色？紫色，对，这个就很明了。很明了吧？以后可以多出这种就好了嘛，不要搞到这边咖啡绿的、啊，这边芥末黄啊，要黄不绿的，啊、可能这边灰紫色啦、啊，要灰不绿，要蓝不蓝。你这样就怕吧。哎、欸，我裙子很便宜耶、欸，来裙子哦，打折下来才1490，才1490，然后腰围呢是31-60，臀78，我跟你说这个臀很宽，78呢是只是量个大概，因为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臀不臀的哎、欸。这个臀围是所有的大家的屁股都下得去的，好不好？这种尺寸呢，臀就是参考，我们就是量个大概。然后长呢，裙长是85，裙长是85，绝对可以穿到 XL。然后它的材质呢是棉麻，棉麻。为什么它会用棉麻呢？因为你在穿的时候才有那个垂坠度。因为它是属于比较，它也没有到厚棒哦，它的材质呢厚薄度是非常的适中，不是那种很薄的那一种，所以它穿了会有那个垂坠度。腰围呢，它是用小碎花来做拼接，蓝色也是，没有，它是做这种小碎花来拼接，小碎花的颜色呢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材质是棉麻，超级凉，超级凉。然后这里呢有压一个，有压线。这里有压一个臀线，从这个臀线下面呢是整个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是整个这样子压线放射下来的。然后有口袋，有口袋。赶紧我帮他点完，那你再倒点这样。那是悠游卡，那是悠游卡。对啊，系啊。啊，迄倒了，帮他就未来吗？啊，无你来哦，想要进行复古？啥物咯？即摆是复古怀旧吗？来，这里有口袋哦，这件裙子有口袋，因为有一些裙子真的都没有口袋，我觉得没有口袋很，你就可能拍照啊就很不方便，你就会觉得手罩摆哪里。可是你看这个是有口袋的，这个口袋是可以用的很深 哦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哦，后面是这样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然后你看哦，它走路就是会有一个裙摆的那种，懂我意思吗？它是有垂坠度的。不是那种薄薄啊、轻棒棒的那种，它这个是有垂坠度的，红色也超好看的，红色是已经被客人订走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红呢，你上衣配黑配白都可以，配黑配白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红色也好好看哦，有。红色是你的菜。红色拍照，我跟你讲，人家第一眼都看到你，对不对？都不用找，你就是你了。好了，那我拍照了。好悲伤的歌。
来零七。半尊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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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很粗犷，对。好。我不能拥在怀中，直到他变蓝。好。嘿，爱我的人对我是心不悔，我却为我一切小伙伴那个小伙伴。是嘞。好，换下一款。不必虚伪，我也嘛是耶，我长啊，我长够很敏感的。你刚才开海之前，我有亲近过你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不是，然后我跟你开海，然后你就是安尼有无？嘣、嗯，我基本是跳亲过对吗？因为它会有那个什么气体啊，因为它有气泡啦，对，它有气体，然后。自己被自己的水壶吓到，对，然后今仔日阮兜咧啉，然后我就爱拍鬼，阮孙仔看这，到早上点在用伊伫安尼，嘿嘿嘿，然后爷爷嘣，然后我喝半口气啊，再拍，没关系，100多块还可以再买，这真的很便宜的，阮大哥买几片可乐，很便宜。来，红色，红色你上衣呢，就是可以配白色，杏色也可以，黑色也可以，然后我觉得配白色是最亮的，配白色最亮。然后穿起来大概是我拉到我最舒服的地方，大概是8分。如果你想要穿长一点，就拉低腰一点，9分。然后我觉得你看哦，它这里啊，这里有压线，对不对？它从这里才开始有折痕出去，所以你的小腹这边是平的，小腹这边是平的，衣服也会盖住啦，其实还好。青蛙嘞，来红色，水蛙，我这边留一个看不到呢，我很痛苦哎、欸。这个公司这个嘛看无，我看我的好啊。我想要换一个这个。你要换哪一个？可以看得到留言的。真的看不到啊。那换你的，换你的。那我看你的。好，可是我只有这个嘞。没有。我换没的。没你看得到吗？我知道他们有吗？要去拿那个小夹克吗？因为这个是。不用这样好了，我两个会听了。雅珍说阿允穿红，我很艰苦啊，我看不到留言。然后对方，然后不认识说阿允穿红很好看，我可以帮你翻译啊。我看不到留言很痛苦。那我帮你开后台，后台就结束。啊呀呀呀呀！可是等下就看不到画面了，没关系吧？画面对，他只看得到留言。丢几行就对了，丢几行啊？要哪一个？我看我自己手机。对方说红好看，雅珍说好看，摩尼毛。对，好看啊，你这是红的代表啊。我是粉红，红人，对，粉红人，红人。啊，哎，拍照。哎，对啊。这样我手机很忙哎、欸。那你这画面跟讯息选一个，你选讯息好了啦，看得到讯息比较重要吧。看不到自己也很。我会帮你看。好，我也会帮你看。他就说我不要，我就是两个都要。为什么看不到留言啊？好，那应该因为他没有更新嘛。但是好看吗？啊不是 跑太慢呢、欸，他是连一个都没有，就是他是跑不出来，不是跑太慢。卡瓦提，好，换下一款。我们这一起说过，说过，说过，然后以后过来炖你，我们说过。到底要去哪？安静静的老去。说这个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有了，为什么有？你刚刚没有往旁边滑、啊。没有，刚才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笨好吗？再观察一下。好，来，编号来到了8号，来哈，这个是这一家的，就是我们之前有去他
们家直播，他们家的，然后现在是出薄的棉 T 哦，好好看哦，它就是那种很慵懒风的感觉，就是很休闲。然后就是你今天如果要去那个什么垦丁啊、花莲啊、台东啊，我觉得穿这个就很好看哎、欸。然后配件短裤，有没有配件短裤，或是配上这种比较工装裤的感觉、啊，配起来也会很好看哦。然后颜色呢，我很推我身上这个颜色哎、欸，这是什么色啊？绿吗？杏，杏，哎，你来个话，绿白杏，绿白杏，安杏，杏，绿白。杏、绿白杏、我身上这个杏、因为绿已经 被这一件捡走了，被这一件有没有？这个是绿，然后我身上是杏哦，然后这是白，然后它前面呢、杏白色前面是这种绿色的 印那个 图案，然后呢，我的这件杏色的印花也是绿色的图案，只有这件绿色的它的印花是那种橘。有点咖啡色，咖啡色的那种图案是印上去啊。重点是这个不会粘哦，韩国一黑起这杯凉哎。然后啊，它这件呢、特色就是下摆，就是它的下摆是不收边的，一包修边哦。就是它下摆跟它的手袖这边都是做不收边。好、它这边是都是做不收边的。不收边哦，整件，然后很轻，然后很薄，然后穿起来非常的有型，有没有？就是它那个弧度就是很有型，很薄哦。然后它尺寸呢？我去打我，我被对聊吗？你打嘞？他在更新。好好，自己幻想啊。就是它是可以穿到菜的，好，你也来，胸胸63，胸宽24，胸宽65，可以从 S 到菜的都可以穿，一件只要多少钱？没关系，你们就慢慢的加，好不好？我逼你们，把我的裤子，只有一个颜色，而且它。
CP 值非常高的一件裤子。我跟你说，这件裤子你们一定要买，买这件裤子一定要买，因为它的颜色还有它的那个后，很像工装裤，很像那种蓝光百慕达裤一种吧，就两边都有这种口袋，穿起来超好看，就是很帅。这个就是我的衣服，然后裙子就是阿允的菜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是我的裤子，我来穿过应该袂好过一百对吧？今仔我用一种文编的照片，我妈妈看，伊穿一种洋装吧，然后不是是用我洗头皮来看，我讲好好好，你文编穿这有够适合伊啦，你穿这应该袂好过一百我来。对啊，我没有尝试过这一种，很会讲话。对，所以结果就是安尼。来哦，我的裤子是编号9号，只有一个颜色。然后啊，这件尺寸我看一下，它的腰围是35到56公分，所以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哦。臀围60，大腿34，小腿23，长度93，裤档33，它是有弹性。你也可以准备大口袋。今天是啥？喵喵啊，超全是啥？这件名还变成别名啦，我倒抄的呀。哦，应该是喵喵对不对？对，喵喵啊。来，它是绑带子，它前面是绑带子，然后它的这个很舒服哦，很舒服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它裤长啊，但就是长裤啊，只是说我们都会把稍微折起来，这样会比较有型。只有一个颜色，折扣完只要740。有效吗？今天要去穿我 CP 值我就是要你穿了送，笑吗？哦，送吗？五，好，来，刚才我才540、740。1200，有没有再扣掉红利点数？我跟你说，夏天就是要1280，哇，一套买起来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推哦，裤子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然后它的布料就是牛仔薄款的布料，可是它不是那种很薄很薄的那种，会贴在你的屁股上面的那种牛仔布料哦，它是有一点点挺度的，所以我们如果下播之后，很多人都会私讯，哎，这个夏天可以穿吗？可以。它夏天一定穿得住，因为它是夏天的牛仔裤，只是说它还没到那种是七八月再出的那种很软很软的那种 Lumbo 的牛仔，还不到那么软哦，所以它是也是现在在穿的牛仔裤，只是说它就是比较挺一点点。然后后面呢，我做两个口袋，旁边大腿两边一样有做两个口袋，是可以装东西的哦，很像那种工作裤的那种感觉，很帅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。喜欢的赶快加，一件只要740。OK， 那我拍照了哦。好，好 ，OK， 740有没有人加？可以穿到菜了哦。09蓝加一哦，加上去哦，好香哦，就是那个，对啊，那个打开哦，扑鼻，嗯，哎，这是没有男装，男装没有了，国外的，对啊，然后这次我们去韩国也会找一件男装，然后那件男装也是好，男装。在男装吗？男装，哎，也是好看的男装，然后那个应该你们也会喜欢，就是它单价没有太高的那一种。我知道买先生的，就是单价不能太高。对，是不是你们会觉得买先生太高，你们会买不下去，对不对？你们老实说，没关系。不是啊，因为我也是啊，我也是啊，我去如果买300就好。我08可以改绿吗？可以，贵方可以改绿哦，你直接在上面写08。绿加一啊，那嘛吼，重打，对，重打就好了。贵方，贵方很支持哎，每场都有跟到。对啊 ，good 哦，好 good. ，OK。这裤子好可爱，像那种阿拉丁，你好威风。然后我来，哔哔哔哔，抓出来，抓出来。好啦，点点，我无进步，一点仔进步都无，太好玩了。我
骗直播钱，怎么上班嘞、欸？高额金金，然后怕别人直播，我想睡觉、喔，就是好认真哦、喔，就好认真哦、喔，就真的很认真哦、喔，就真的很认真的在介绍这一件衣服，超认真的。然后有没有就是这样子？有没有就是好认真哦、喔？然后我想说，你在上课吗？怎么那么认真啊？哎、欸，我们都没有很认真，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拜过哎、欸。会不会太没有仔细、啊？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看得下去，会不会有点就是小敷衍？哎、欸，你自己看哦，就这样。没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来点点，好，我穿哦，粉，等一下会穿粉，然后蓝灰，粉蓝灰，粉蓝灰，然后它的下摆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像那种 Y 牌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很像、哦，因为 Y 牌有出那种点点，然后大件的。对啊。很像 Y 牌的，下次我们再去找找看。然后它的口袋呢是这种细坑条素面的下去配，然后底色呢灰色白点点，水洗哦，它的面料是水洗棉，然后水蓝粉色，它的领口呢也有接螺纹，然后你看它的袖口跟它的下摆是做那种不收边，然后卷边。不收边卷边，旁边呢还有开叉，料质超好，水洗棉是有弹性的哦，这个可以穿到二 L 都可以，因为它弹性很好。来这一件呢打折下来是980，秀啊，980，然后胸宽66，袖宽26，衣长62，这样子可以穿到 XL 哦，粉黑啊是灰黑哦，黑，好黑，你是灰吗？这个要打黑哦，我们鬼给会用色吗？这个要打黑色，这个要打黑色，粉黑蓝。实际你收到的颜色是灰色，因为它的颜色是洗过的，所以它的颜色都是有点这样雾雾的颜色，是正常的，因为都是水洗面料，好不好？来，水蓝，粉色，超好看，超级好看，这样子，弹性很好哦。而且它的弹性是不会黑的那一种，因为它这样拉有没有？它是 QQ 的，它是 Q 弹的，不是竹节面哦，它的面料真的很棒。OK 哦，来编号十号，喜欢的打十号，然后带你要的颜色。OK， 那我先拍照哦。来，我先介绍裤子。裤子呢，一样有三个颜色。来，裤子编号呢是11号，打折下来呢是1230，一样可以穿到 XL 哦。腰围呢是31到56，臀64，大腿35，裤长71。这件裤子穿起来其实很可爱哎、欸，看哦，它的下摆这里啊，裤管这里。它是做那种缩，有点缩口，然后上面是有点抓皱，就是你穿起来啊，它会有一个蓬蓬的感觉，因为它的裤管最下面是做有点缩起来的，所以你穿起来就会有点蓬蓬的。然后上面这里也有口袋，后面也有口袋，穿起来超凉。然后它是衬衫棉，可是它棉呢成分比较多，所以它穿起来呢，在你的大腿上是触感是软的，它棉的成分比较多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穿，可是整个布料呢是没有弹性的，可是一样可以穿到 XL， 因为它的腰围呢可以拉到56，打折下来是1230哦。来，颜色有杏蓝黑，今天要请看吗？这钩子，这件穿起来其实是很有型的裤子，好不好 ？OK。好穿，夏天绝对不会让你热到，都不会让你流到汗。 OK 哦，那我先拍蓝跟黑，
系呢？吃过他的剩饭，背过他的美，我去过他的房间。对啊，干嘛？就当我去过他了吧。我吃过他剩饭，吃过他的剩饭，吃的煮梦，总想和他在一起。可是命运只允许我喜欢他，却不允许我有。你考点鱼 ，OK 棒吗？谢谢啊，婆婆啊，考点我。弄来插给，难怪他会说，术后就要靠你自己喽。我要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什么意思？原来术后是这么麻烦。来，粉配信 ，beautiful， 夏天来了，这个是夏天的沙。你知道台湾真的是夏天真的有够热。我觉得以后啊，以后的小孩真的，我们台湾应该会跟泰国一样，没啊，没有会没有夏天哈，没有冬天，没有冬天，这样也好哎、欸，都不用买冬天的衣服，都不用换季，都不用在那边收来收去哦，哎，受伤了就麻烦呢、欸。泰国真的没有冬天，没有对哈、哦，所以我觉得台湾快要了哦。他马来西亚没有冬天，好像也没有哎、欸，好像也没有哎、欸，马来西亚好像也没有冬天呢、欸，哎。新加坡也是哦，只是说他们早晚好像要凉凉的，不会像我们台湾就是冷热那么的明显。啊，所以就是现在只有泰国是没有冬天的吗？应该泰国对泰国应该是吧，我是没去过了，快要去了。对，耶耶，我们去坐叮叮车，叮叮啊，那个叮叮车就坐人家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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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妹妹，你也没有去过泰国、哦。萨瓦迪卡。可是泰国都是辣的。拜拜。应该是有没辣。有啦，有啦，有没辣。拜拜。萨瓦迪卡，拜拜。要去吃大青蛙，很好吃。啊，我老公上面你为什么要吃青蛙呢？你为什么要把可爱的娃娃吃掉？什么这么残忍？不是。哦，帮我拍。它的青蛙真的很好吃，不要跟你讲，你吃不出来，吃起来像鸡肉。对，都带女朋友的。哦，可以。然后这次我跟他说我要去吃那个活跳虾、嗯，就是他们夜市不是有那种哦，对呀、啊，然后他就放在那个杯子里面，然后是不是就他会有加什么酱菜啊酱汁，然后有切了一个，然后打开就是对，然后啊，不是过看人吃，伊就会把炸到。嘿，啊，然后。放在那个杯子里面，里面放那个什么酸辣什么那个酱，我个鸡女啊！然后你要这样子赶快吃进去哦，要不然它会跳出来。对，我要去吃那个，我要去吃这两样，然后我还要去吃那个泰国最有名的那个什么小小的那个一个鹿鼠哦。我帮你拍照，谢谢。好，那个鹿鼠就是泰国吧？泰国现在很夯的就是皇帝哦，不是皇帝，是那个伊那熊馆的那个上面，摸摸喳喳好吃。好，桂芳。很高来过，你第一个去遐做喝酒，你看到每一户人家都会有一张照片，然后旁边有那个鲜花，一直想起来就是，我们在缅怀他吗？哦，山竹。哦，有山竹，我小时候吃好多、哦，要去那边吃。然后你刚才啊，然后高龟啊，吃到哎、欸，忽然我跟我妈讲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买不到山竹啊？因为我们现在这边不能进口山竹哎、欸。然后好像说山竹怎么样啊？然后我妈老公要求我，外面有够贼，我们咋跟他讲呢？我好喜欢吃山竹哦，山竹是为什么不能进口啊？不知道，你很早生病很。嘿，好像就不能进口来台湾。这次去有没有？我们去六天，可以每天都吃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可是他对身体不好，就算了，就不要吃。他是比较燥热吧？酒令哈。无，以前是较燥热。燥热。可能讲会食火气，较大爱食。无啊，火气有这大。对了啦，山竹加红毛丹，对，我们上次去有吃，然后，哎、欸，我被攻炸，我摔，我太脏，我差点明明被碰平安，然后回程。我的啊，我讲，因遐就是你去的时阵，每一户人家我看到有一条照片的，就是咱我们在缅怀，就过往的那一种啦，那伊的就相片哦，边啊可以刻种花，然后就给我讲，每一户人家都刻，所以这代表说这个是他家，不是那个是他们的皇最大的皇上。皇帝、皇后、贵族這、总统啦、总统啦、啊，那、嗯、有告诉我这些遗言安尼啊，因那遐多的是摆一张照片，然后边要鲜花，就是一种我，啊，那你那可能每个国籍，
祝贺啊，他们祝贺的那个白呀、啊、都是白色的。对呀、啊，他们的祝贺篮啊，祝贺的篮子啊，祝贺的卡哦，都是白色的，要不然就浅粉，就很像我们那边的那。我们这边的那个有没有？对呀、啊。可是没有，他们是在他们那边是好的，是喜事。对。然后他们包那个什么红包，他们也是红包，好像是白色的。白包。哎，他们是礼包是白色，要不然就浅粉色。他们跟我讲，你去泰国就好不习惯。那你去泰国可能爱鬼抓有无？啊，他有抓吗？不是，因为伊迄路上拢有种大只，迄种是属于蜥蜴哦。哈。就讲迄个什么大只？我知。叫什么龙啊？什么科龙？是科龙，是我的。因为他讲我行，很像鳄鱼的那种，欸、对对对。因为他讲我行，有没有人坐车包车，然后底下停红绿灯，然后我过。哎、欸，公园，我也不懂。你只，你只多只，你底下白什么物件？之前人讲什么？我真的很不喜欢，是不是我很害怕。啊、你现在是不是怕我吵了？你也会叫对不对？你不要这样嘛，我自己戴口罩好了。是无遮夸张，不过你伫楼顶就是拢会看到那小动物啦、啊，就是拢伫遐爬虫科迄种有无？啊，大只哦。啊，下一款啊。哦，啊，迄阵遐就无袂去手机翕起来有无？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泰国真的还蛮好玩的。然后可以拍第二张，有没有拍？我们去俩脸，可以泰式的那种按摩。可是我不喜欢他们泰式，因为伊拢用啊是大力有无？上次那个汉帝跟小巴就是泰式的那种按摩，然后我跟杨淼就是那比较躺着，有没有这边摸，还蛮好玩，对啊，还蛮好玩的。来，变汤来到了12号，来是 Rico 的副牌，那个越吃越油哎、欸，有点油耗味哈，一点的，嗯。来编号12号，然后两个颜色史努比图案 T， 然后一样，他们家就是球状，有没有球状？然后只是说他们 每一次做的图案就是不太一样，然后一样是做两个颜色，就是不败款，然后都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，都是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然后这个一件只要580，有没有便宜？小黑黑一件只要580，然后重点是他们的 Rico 的副牌啊。他们这种棉的白色是不会透明的，所以你们只要穿一件就好。他们的白是不会透明的，你只要穿一件就好了。然后折扣完只要580，我觉得真的很可以买耶、欸。然后一样两个颜色，没有选色障碍，就两个颜色。然后它前面就是有印上去的，不会粘，不会粘。就史努比他在干嘛呢？走路，是吗？在走路吧，嘿，走路，两个颜色哦，然后你们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加。我觉得白色也好看，因为它的白色是不会透明的，你只要穿一件就好了。然后下半身你就是可以配牛仔裤、短裤也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牛仔裤、短裤都可以，两个颜色哦，然后喜欢的话都可以自己加，好不好？冷秀，有没有想要看什么颜色都可以说哦，那我就先拍照哦。只要580，编号12号，12黑加1，12白加1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包色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出的图案很好看，可以包色哦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拍照哦。好，OK。来，好多色的短裤来了、欸，有没有人在找短裤啊？这件短裤虽然它比较短一点点，可是它的料很薄，然后都是水洗色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你看它的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杏色，然后它是水洗的颜色，就是有点这样子，有没有杏白杏白的颜色？然后它是有做松紧带的，是这件诶，这件诶。然后它的蓝也很亮啊，它一样都是水洗的颜色，它不是那种。很扎实的颜色，它是有点这样雾雾的颜色，绿色的也是，有没有？都是水洗的颜色哦，都是水洗的颜色。然后颜色就是有杏、蓝、绿，还有我身上这个是灰，深灰，打灰就好了。然后一样就是可以绑带子。来，它的腰围31到52公分，臀围54，大腿32，小腿没有小腿，长度36公分，裤档29，有
以穿到 L 号，这一件可以穿到 L 号哦，它弹性其实还蛮大的。我改一下价钱好不好？1080，好、哦，就是给你们甜甜价好不好？就是我们改价钱就是1080，这一件就便宜给你们，因为夏天到了嘛，其实很多人在找短裤，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短裤很好看，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穿，因为它料是薄的。它料是薄的，然后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加，只要1080，然后可以穿到 L 号，我可以穿到 L 号。重点是它，你看它这边是宽的，这里旁边还有开叉。你们选短裤一定要选这种大腿是宽的，那会让你的腿部有没有看起来很细？因为它是宽的嘛，所以会让你的腿看起来很细。最近晒得有点黑，因为最近都一直在穿短裤了。没有，就最近有点黑。我觉得泰国回来可能会变黑人哦。泰国回来可能会变黑人哦。可是我觉得泰国的天气它不是那种黏黏的，虽然它是热，可是它不会让你身体黏黏会不舒服，完全不会。哎，好期待哦！我很不喜欢晒太阳。可是我知道，泰国的还吗？太阳我要带一支500万的雨伞。没有，你去那边没有，你去那边买草帽就好了啊！就是像文斌就会带草帽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花养，没有花养有没有？我帮你拍照，我可以负责帮你拍照。戴对，要戴墨镜。我想戴毛巾，戴青蛙吗？还能泡你家吗？哦，大家说，没啦，还好是不会流汗啦、啊。戴墨镜啦，一定要戴墨镜，然后穿越短越好，有没有？或是我跟你说，我怕下我要买那个长洋装，有没有？嗯。对，我要去买那个长羊，我觉得 Uniqlo 那一件不错，很适合我们，不是那种什么碎花羊，它就整件都素面的，嗯，好看。来裤子哦，裤子喜欢的可以加，好不好？然后只要1080，只要1080哦，而且它是薄的，没人喜欢短裤哦，很好看的，很凉，有没有？在家可以穿啊。对啊，就很舒服，因为它很薄，很薄，很舒服哦，板子穿起来也很好看。然后有四个颜色哦，有四个颜色，也这些嘛没卖，杏色哎，然后还有这个蓝，有没有？这个蓝色也很亮，还有这个绿，哇，你看今年都是那种走比较亮色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我先拍照咯，那你们喜欢的话，真的都可以加，或是想要换什么颜色都可以说。赶快加，赶快加哦！衣服喜欢的赶快加。我跟你说，山竹真的很好吃。山竹好吃，我小时候吃很多哎、欸。我小时候好像有吃过，然后长大就没有。然后榴莲真的不敢吃，不过泰国榴莲好多、哦。山竹我是真的小时候几乎每天吃，我妈做毛被窝，我妈冻成黑心用的呀，一杯红加，哎，对，杯刚好没听过，哎，那一杯没掉，然后我妈有掉，老公，哇，那是什么原因？然后现在就是不能进，然后。我妈有要求啊，我都是在晚上点吃诶，特别吃诶，安尼，我印象好深刻。水洗布的，水洗面料的，衬衫棉薄款的哦，薄款的，薄款的，安尼，
薄的，有弹性哦。它是水洗的颜色，水洗的颜色，它面料是好的。然后咱们1080呢？小啊。好，再来是我的上衣，有造型的上衣，颜色有白、白、黑、咖、白、黑、咖，基本色白黑，然后咖啡比较特别一点，白黑咖这样子。然后它的手袖呢，其实它不是削肩哦，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包袖。有没有？它这边是做比较宽，所以呢，它不是整个是挖进去削肩的，所以手臂呢也是稍微有遮到，没有整个露出来，很没有安全感。面料呢超级好，是有点那种高级面料，就是它面料是舒服的、柔软的棉，它面料超舒服，跟那种棉贴的面料是不一样的，它是有一点点滑滑的那一种面料。然后领口呢，来是黑牌家的哦，这个牌子。领口这里有两颗扣子，这里有两颗扣子，半扣。它的下摆很好看，这里呢稍微有抓皱，所以这边是有造型的，有没有？两侧都是有抓皱，前短后长，这样子，它这个是有造型的，完全不用扎，你扎的那个型就不见了，有没有？它这边是有型的，然后后面比较长，后面这里的垂坠度也超美，有没有？它整个这样子垂坠在你的下面这边。这一件呢，它是有设计感的上衣，所以它单价呢会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它是算有设计感的上衣，然后它的面料呢真的很好，所以单价会比较高。来哦，肩宽45，胸宽58。袖宽18，衣长呢前面57，后面66，可以穿到 XL， 因为它的面料是有弹性的，它整个布料是有弹性的，真的很好穿，而且它的弹性是 Q 弹的，它 QQ， 你在拉它的时候，它是这样 QQ 弹弹的，面料超好，面料真的超级好 ，OK， 然后基本的黑跟白，然后咖啡，三个颜色都搭牛仔裤就好了。好不好？要不然就要配西装裤。如果有在上班的上班族，配西装裤也超好看。那没有西装裤的，我就是搭牛仔裤。OK， 可以吗？好吗？可以啊。然后领口也好看，就是你要扣不扣都可以啦。我就觉得夏天呢、啊、就舒服一点，这里就不用扣，露它也不会露到哪里去，就稍微一点点而已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看哦，真的很好看，它就跟我们以往卖的衣服的味道比较不一样。好 ，OK。进去，就戴墨镜。对啊，这件怎么看？其实我都没看。这件好好看。等一下，我之后再过来挖这个，挖这个。哦，好好看哦。我跟你说，你问题去准时啊，我去直播的时阵，你外口跳一搭童装，然后也得跟遐鬼话。哦，这个好好看哦，可是好贵哦。对，因为他那今天是卖零售，他甚至是从南大门，然后批到我们的女装那一边，所以他的价钱都是
零售的价钱，就是一套套装都是要近1000块。可是他，我们上次问的那一套套装是不是多少？九百八。然后他的上衣都700-800，我觉得单价这样太高了。因为我们在卖也没有卖那么贵啊，他单价太高。那一间他就是在卖观光客的啦，对，他就是在卖观光客，所以他的价位都会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就知道啊，就尽量就不要在那一边买，我们就是纯欣赏就好了。每次经过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想要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想要看现在是出什么款式啊？对对。好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来了，我的裤子颜色有黑跟蓝，黑色跟蓝色。黑跟蓝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直筒宽裤，可是它的宽呢没有到很 over， 它是微微宽，有没有？然后长度呢大概是9分，它不是落地，不是落地的牛仔裤哦，它不是落地裤，然后是这个牌子的，超级好穿，因为它的腰围呢一整圈都有加松紧带，有没有？它里面一整圈都是有加松紧带的，然后颜色有黑，然后蓝。它的黑也很好看，它的黑是有点这里刷白的黑，有没有刷白的黑？后面也是两个竖面的口袋，然后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的裤管下面这里有车线，这里是做不收边虚边嘛，然后这里呢它有车一条车线，然后宽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这个颜色的撞色车线就是杏色，这个颜色就看得比较清楚。没有，我的裤管这样看得到哈，那个线啊，对，那个线它是有车线车在外面的，然后黑色呢就是用同色系的车线下去，对，然后它整个布料都是弹性的哦，没有，它整个布料都是有弹性的，很好穿，很好穿，然后厚薄度呢就正常的厚薄度，不是很薄的那一种牛仔裤，它是有稍微一点点磅数的那一种牛仔弹性裤，有没有？它弹性真的很好。然后颜色就是蓝跟黑，蓝跟黑，尺寸正常哦，我穿 M 号，尺寸正常，我穿 M 号就是 M 号，完全没有勒的感觉，就非常的舒服，穿 S 就有点紧，我觉得就是你正常拿自己的尺寸穿就是舒服的，好不好？然后穿起来大概是中高腰，就在肚脐这边，在肚脐这边。好，来我念一下尺寸啊，不用念，尺寸就正常。然后打折下来呢是1550，然后有到 XL， XL 的腰围是36-50嘛，可是你50呢，你要量你最细的地方哦，因为呢它前面啊这是有扣子的，有扣子有拉链，所以 XL 的你就是一定是打开，然后拉到你最瘦的地方。好，然后整个腰呢都是有弹性的，所以这件牛仔裤穿起来是真的很舒服，然后我也觉得很显瘦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，它不是很薄的那一种，所以它不会贴肉，它不会贴肉。那我穿的是蓝色哦，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是这样，这样清楚吗？清楚。知道有没有人在？对，今天怎么？大家是把手机应该放着？没有没有，拜拜应该拜完了吧？不知道。啊、我才要去，还是今晚去修？今晚去修？拜拜不说那么晚、欸、因为现在4点了，祖先应该没有这么晚，没有吃那么晚。祖先应该都是要早上吃啊。我要吃。分离。祖先应该都是早上吃。没有，是不是还要再找一组节？找这个、啊？对，就不要再准备这样。好。有点累。很累，什么有点很累？非常累。那这个怎么办？要找什么？这到底要找什么东西？找什么卖家？我觉得其他衣服好像比较方便哎、欸。好，因为如果因为对，然后因为你号码牌如果是用在衣架上面，你要是换衣架，对啊，就例如说我现在要换在我让它绑起来，就换一点衣架，这个好像比较快很准。方的好了啊，改一个方的看看。哎呦，三角形。那有椭圆形。菱形，然后星星、哦，爱心。哎、欸，爱心也不错，星星也不错。好，五角形那种。拜拜。你注意的，弄会使，清楚哈、哦。好，可以。拍照。Picture。
当下只要动八的，刚刚我喜欢这样如果二二的，如果你也摇摇摇我问我讲哦好啊，啊，不过迄时就刚刚食八八，我刚刚就要食袂落啊，算了，买袂好啊。啊，袂当，嘛，大家人去台东讲你要买麻糍，可是我都一定会去买葱油饼。啊，我无咧，我唔知道。葱抓诶，葱油饼，好吃。今天蛮多得对啊，都够喝家台东的葱油饼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吃了会销魂。在哪里啊？我们这次去吃的是我进行去北京正价价的连什么琵琶湖，哎琵琶湖我知道啊，阿德迪，还有外围都在卖那种小吃啊，有啊，因为我都写点水果呢啊，那你可能就跟我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琵琶湖我有听，然后安天那种就是我有会行一个步到埃及的，然后我那车停里头只有做身份证。孙啊，一个孙啊，就是那种张惠妹无伫遐开演唱会迄个所在。那我觉得你去的跟我去的不一样。然后我就是拢会车停然后要进去那个琵琶湖公园、嗯。我是按路口，就是爱好一起、嗯。然后我用标志叫我们开始用行，一直行到琵琶湖中遐，我就一种水啊。我觉得你跟我去的应该是不一样，因为我去的那边是它旁边整个都是小吃，嗯、然后一葱油饼拢摆五高等。你们已经做五名，都排超级长，每次去你就是要早一点，要不然你真的吃。台东葱油饼啊，每次去都排不到。然后这次我去吃了另外一间，也很好吃。可我觉得台东的葱油饼没有雷，每一间都很好吃。台东葱油饼，因为它都会加那种蛋，然后用一点点辣椒，你在吃的时候稍微会爆浆。哦天哪、啊！然后它的那个葱油饼啊，就是会葱油饼，就是会煎的酥酥脆脆的。真的每次去一定要吃，然后你要在我迄间，我伫另外一间买啊嘛，已经食哦。然后我到下晡，我阁想要食，我上介意食迄间，啊，不过已经排到够长够长。然后先生就讲，你阁想要食吗？我讲，其实我是黄记啊，好像是哦。我再问我先生看看有没有，我袂记啊。然后我就甲我先生讲吼，我真的好想吃哦。你伫海滨公园旁边，对，伊就是伫海滨公园。黄记葱油饼，啊，遐拢人咧骑卡拉车，琵琶湖嘛，遐是人拢咧骑卡拉车。它有那个脚踏车步道，啊，伊遐的外围小吃就是你好骑卡拉车的人买。然后还有卖什么地瓜球、鸡蛋糕，那边都有。可是就唯独那间葱油饼生意最好。他最近还有新开的什么沙威玛小吃怪物贼，没有，以前就只有葱抓饼。你够扣九层塔哦。OK 啊，可是你就可以跟他讲说不要九层塔，他可以选，他可以选。我要九层塔。哦，对，你要九层塔。你是在那里吗？可是我要看外面。外面哦。对啊，就是吃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是包这样子。啊，我要看它的外围。我们看下一款呢。大概几多年啊？对啊，我都不知道的，我不爱吃葱油饼、oh, 就是不是说不喜欢吃，可是我在这边还好，可是我去到那就特别想吃。我在台南，你看我们在上班，我根本就没什么吃什么葱油饼、啊啊、还好、啊、可是我去到台东我很喜欢吃葱油饼，是那样、嗯、但是会回味哦。啊，我第二是一定准备吃麻糍啊，我来看麻糍，对啊，对，麻糍葱油饼都是一定必，对啊。然后我这次终于有吃到 V 台棒啊，谢谢你。可是我觉得在榕树下 V 台棒很正常啊，可是我觉得我吃不习惯哎、欸。就是伊之前咱家的种什么啊，落什么小卷米粉哎、欸，那种臭臭安尼啊，伊是迄种爱一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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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用的。啊，然后全部拢是迄种茶鱼，对，洋葱啦，洋葱也很紧的，有无？真的不好吃，就很油啦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我嘛唔知呢，我嘛是就迄只啊。对啊，我拢放咧排队哦。好吧，我食看卖。我想，我先头讲食看卖啊。我咱大家食到，我唔捌食过什么叫做米排吧。对啊。我讲好啊，食、嗯、就食了。我讲嗯，就还好，其实我感觉还好诶、欸。不过我常见爱食诶。反正真诶，好奇怪。伊往起啊，我有去找一种类似的是在店诶海山的、喔。嗯。嘿，每天都食海山啊。我目前我都无食海山。是哦。我较无咧食海山。啊，我如果去啊，就是爱食海山啊、嗯，就是会比较亲我，又比较便宜一点安尼。啊，所以我若去拢会去食。安尼啊，我即摆搁找着一间，我感觉嘛袂歹，就是它很新鲜。我顶暗就拍照，伊就有问有无？迄间就袂歹啊。然后迄间我爱食迄种四季豆蓉咸酥的四季豆，嗯，哦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一盘才大概180哦、嗯，然后很多，嗯，哦，还有假条的，有无？嗯，去到就是特定的
地点都会想要吃那边的东西。啊，那种也是在那种琵琶湖的附近啊，像有一个那种地标就是这些一个红叶的一间厝，啊，无外口就卖。嗯，你敢知迄间？我知。就一间种白色的厝，啊，无外口就卖，对对对，在遐附近尔。今天有三角形，没有三角形。帮我找个爱心，我看看。来，编号16号，这只兔子有没有可爱？今天是兔年，有没有超可爱？然后重点，我觉得它颜色两个颜色都很好看，就是橘色跟白色，杏色，橘色跟杏色。然后它的杏色是不会透明，而且它的料是很好。来，重点，你看它后面肩膀后面有绣那个兔子吧，兔子的背面。有没有啊？我觉得他的做法有点像小花的感觉。小花他们家是也是前面是印图案，然后他的后面啊这边是用绣一只兔子，蛮特别的。有没有绣一只兔子超可爱？我们那一天来才有发现，哎，他后面肩膀后面有绣一只兔子的背面，哎，就觉得很可爱啊！你看我的白的杏色，它的那个绣线是橘色的，有没有很特别？有。对，我觉得好好看哦。然后这件的料真的很好，重点是它不用1000块，它只要960，只要960元。然后颜色就是有杏色跟橘色，这两个颜色你们都可以买，因为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它的胸宽呢60，袖宽20，衣长前面63，后面68，它是有点前短后长。然后下摆是62，有弹性哦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。我觉得这件你们要买，我觉得它穿起来的版型也版啊，我拉出来给你们看，它就是这样子，素素的。然后它领子啊，因为最近我昨天有接到一个客人，因为他可能比较瘦一点，一个妈妈她比较瘦，然后她就是想要找那种领口比较高一点点的，就是你在穿它上它不吧，它不适合穿那种比较宽领的，也跟她就是露出来都是骨头，很不好看。她喜欢比较。它管那样子点嘛，然后这一组是比较高领一点点的，它就是比较不会，就是看到你的骨头。然后重点是这一件啊，也不是那种很高的那种会缩你的脖子，完全不会。这件很推，只要打完折只要960，打完折只要960，两个颜色都很好看，我觉得橘色也好看。橘色啊，下半身就是可以配杏色，这种格子裤的杏色。这件很推，而且超可爱，它后面有绣一只兔子的背面哦，兔子的背面，超可爱的，两个颜色哦，喜欢的话都可以买哦。那我先拍照咯。好，柯啊也抠啊，转我这边 ，no， yes， 我怎么没听自己啊？主要开得到，按一个按，开一等等。好 ，OK。来哦，编号来到了我的棉麻格子裤，17号，对，好，17号。然后颜色呢，有杏色，有蓝色跟红色。它有点橘红啊，它有点算橘红的颜色，然后整件都是棉麻的材质哦，不会刺，而且重点是它很透气，哦，它是那种泡泡布，然后有点带棉麻，整件都是棉麻的材质，很轻哦，就很轻。然后这种我跟你说，棉麻的衣服啊的布料很快就会干，就是你今天就穿一穿，明天洗，大概啊你拿出去晒大概1-2个小时，如果太阳大的话，1-2个小时它就会干了，因为它是棉麻。材质真的很舒服，很透气，不会刺哦，不会刺。然后呢，它的腰围是30到54公分，建议尺寸啊大 L， XL 可以，可是可能就会比较合一点点，因为它是没有弹性的，它是算没有弹性的，哦。然后它腰围是30到54公分，然后臀围64，大腿34，小腿23，长度76，裤裆34。然后它穿起来大概7分，就是你看了我160，然后穿起来就是大概这个长度，大概是7分裤左右。夏天这个非常的凉，然后重点是它都不会透明，有没有？它不会透明，也把那穿起来的是很顺很顺，然后就是很凉很凉，然后完全是那种
白唱的那种，有没有？有的棉麻就是你穿上去弄来那个摇摇擦擦，可是它这种不会哦，它这种不会，不用担心哦，不用担心。然后是这个牌子的，这个牌子，然后三个颜色有杏、蓝、红，我身上这个是红色，然后就这三色都很好看。如果要比较亮一点，可以挑这个红色，然后上面就是白色啦、杏色啦、咖啡色都可以搭。或是大地色也好看，就是大地色就是也很好配，黑色啊，上面是黑色、咖啡、白色、杏色都可以搭，可以穿到大 L 的尺寸，叉 L 你就斟酌一下，看你的腰围大概是多少，好不好？因为腰围55到56就是叉 L 可以，然后它到54公分，那你们就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哈。好嘞，三个颜色哦，三个颜色，然后穿的是橘跟红色。我觉得好凉哦，然后版型好好看哦，都没有人喜欢哦。我喜欢。嗯，非常好。那我今天先拍照咯，那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加哦，好不好？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你心真难接，心真要很快。剩156位了，你们到底去哪了？快没人了。要非常的小心，好吧？好，来这样子哦，580，颜色就是杏咖灰，杏咖灰。然后它兔子的颜色呢都是一样的，兔子颜色都是一样粉色，都是一样是粉色。然后是这一间的 ，OK， 580啊，可以啊，阿内啊，阿内啊，是呀，好看哦 ，OK， 然后拍照呢？好了。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款的，是。还有想要看几号的什么颜色吗？还有想要看几号的什么颜色吗？我们今天几号？几号？到18号。5号。什么5号？你要看5号？几号？我刘雪，你要看5号嘞？你看我们默契。我几号？我就想要我讲着了，我整个人不对劲，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他陪我去那个交通局，他陪我去交通局，然后那个人行道上面有种那种榕树，很大棵的榕树哦，种了
车，他就忽然哦，我说啊，怎样？怎样啊？他说我去撞到树，我真的笑死。大力耶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有看到。我真的会被对啊，我今天可以有企鹅心，我说人家在那边几百年了，你为什么要去撞他？哦，真的是心不在焉，真的是真的。现在警察都很帅、欸，哎、欸，就是很有型啊，就是还蛮高的、壮壮的、欸，对啊。现在警察都超帅、嗯，现在警察身材都很好，超级帅，然后现在警察都很年轻，那种笑脸比较怕笑脸，警察都才二十几岁，对，都好年轻哦、喔。然后讲话就是很有礼貌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就讲话好小声哦、喔，我都一直这样。因为妈妈，我稍微真的有点重听，有没有？讲话真的很小声，然后现在要戴口罩，所以就是他就讲话就很小声，都一直这样。你说什么？然后这次有没有要录那个要做那个笔录啊？就是他说你要坐过来我旁边，然后就是有一个镜头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。他要镜头，哎，要摄影哎、欸，好麻烦哦。他录我，有录你，对，录我，就是他有一个摄影机，对，然后要录影啊，全程录影，然后做笔录，然后全程录影。他脱口罩吗？没有，没有脱口罩，我有穿口罩。裤子弹性大吗？我觉得正常哎、欸，它没有到非常的大，可是是有弹性的，是舒服的，不是那种很弹的那一种，没有。可是正常的弹性是有，正常的弹性是有，好看哎、欸，这件真的穿起来很舒服哦，因为它这里啊，就是它整个是有弹性的，然后腰里面都是有弹性的。我现在都改穿，这种内底有够大哎。就是、哦、真的舒服很多，就回不去那种比较没有弹性的裤子。好哦，那我们讲完了哎、欸。对啊、欸，那我们明天是六点哦。对啊，你们明天应该有空了吧？明天大家就要上班了。对啊，有空了。明天大家就要上班了，然后下班五点，然后我们就六点直播。对啊，刚好。然后后天还是一样，就是六点。我们这个礼拜是三天。对。这个礼拜是三天，好不好？OK， 那等一下下播之后啊，哇，今天很非常的好中奖，今天生意很差，超好中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下播之后啊，就是有在线上加一的人去购物车先检查你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正确的话，先不要结单，我们明天、后天都还有一整个礼拜结单一次就对了，对，别的卖家应该都这样吧？我觉得是、欸，就是一个礼拜哦，一个礼拜结单一次。哦，不是简单，还是简单。哦，对啊，差在这里啊。哦，对，没错，没错啦，对，没错，没关系啦，行意不好啊，忘记吧。要不然人家接单是后面都没有再接新款。对啊，就是我们这一是没有再接之前的。对，阿内马卡喝订货啦、啊，真的比较好订货，就一批就来了，就结束这一批就不卖了，然后就再换新款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哈，这边够订改，几家。对，然后所以就会有那种个位数，所以就会变得很难追货、啊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很大，所以我们就是个位数一件、两件、三件，我们都还是会帮客人追。对啊，我们都是还是会帮客人追。所以也是希望你们尽量就是在结单日之前。对。就是接单，对啊，那你就是例如说我这个礼拜的新款，你就这一个礼拜看一看，然后接单，然后下次你就是看下个礼拜的新款了，就不要再往前，就不要再往回看了。有的会说，哎、欸，那这件还用吗？对，有时候真的韩国它就断货了。对，对啊，哦、两个礼拜内，我最希望你们就是这个礼拜的新款就这礼拜接单，对。然后你想要再看新款，就是等下礼拜看下礼拜的新款，就尽量不要再往回看，因为如果往回看的话，我们就是帮你追，就很容易会有断货的问题。然后都是往后看，没有再往对，然后我们就是还要帮你订，又要等很久，又对你们不好意思，对，所以你们就是不要犹豫，喜欢就是现在买。你不要过了下个礼拜还想要再买这个礼拜的东西，所以这样子就会有点，就是我们的量会分散出去。对啊，对，懂我的意思哈？懂，我讲得很清楚了吧？我也觉得听得很清楚。好，好啊。